瑞士的无名山区。哎呀，这么漂亮！你看，我把车特意停下来，来照相。不知名的小地方，风景都这么美。我的房车，
这不是刚才那个 luck， 是另外一个名字了。那是退的。前面这个景区啊，啊，一条大了这个。
去那边啊？不知道。会不会在那边再转回来啊？不知道啊。哇，你这个路不能挡，这样挡着。那我从这边转过去。值得跑，出去吧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那我重新试一下，翻掉。哎，你走，你往里就是干什么呢？你他干嘛要跟着我后面？他要你往旁边走，你肯定是挡着人家了，人家要过去。他也过来吗？没有，你那边去了。这进人家家里来，这不对，这进人家家里的路来。不会不会，那边出去，肯定要出去。
这个地方我们走过没有？Все равно мне на обед с ними идти, заваливаться.花椒水没有？这是，那个皮昂斯湖和安德拉肯那个城中间的一个小城。我们每回都发现这个地方很美，每回都跑这儿来一次。我记得我们每次都来这个地方，还每次都被我们和贝贝。对啊对啊，我记得绝对有印象，每回都会跑到这个地方来。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而且这些家人好像很精心护理他们的花园。啊？好了，这个谁的房子这么破个房子？他们家堆破东西的。